对，就是基本上成都、台北、宜兰是我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，还有我自己生长的地方。那没有这些地方，这些人就没有我。那还请大家理解，谢谢。好，请看向正前方。好，我们跟一晨一样，把手放在心上，请听。好，一只手放心上，一只手在耳朵旁边，请听，代表着我们的保存秘密，请听你。能不能跟我们传达一下？对，不仅仅是 DJ 这个角色，就是好像里面的学生啊，然后因为过度工作过劳的女性，或者是您身为结婚生子以后，身为一个妈妈，我觉得就是那些历程我都走过，然后才会哇有机会像是一个 DJ 一样，就是倾听到自己，然后也包括大家的心声，然后我觉得才能点这个最重要的题目，就是我们真的要照顾好自己，才能照顾好别人。对，就是基本上成都、台北、宜兰是我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，还有我自己生长的地方。那没有这些地方，这些人就没有我。那还请大家理解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一晨有跟老师联络吗？好，那我们谢谢我们谢谢一晨。